还好我带了魔抗，我就知道有可能会上当，我们直接带了一手魔抗。소환사의협곡에오신것을환영합니다。康友兄弟说阿卡丽不是本地人，你拉倒吧，也就是我亲哥也菜，那阿卡丽就是本地人，他们都是本地人，他们没有一个不是本地人的，都是本地连接，没有异地登陆。只是我青钢影不太行，他们这种段位就这水平，他这水平就这样。我不是，我确实不是，但我青钢影，但我的青钢影其实差不了太多。中单莫甘娜辅助琴女，这有伤害吗？你跟我俩搁那晃啥呢？这也行啊，那出门装敢出戒指，看来确实不是本地人啊。本地人敢出戒指吗？不敢。给我带个点燃传送，你是不是没闪现？我记得啊，他没闪现呐。原来你没闪现啊，赶紧推啊。原来你没有闪现呢，老妹儿，你早说呀。这不越塔杀你吗？刚刚打完回头闪现能杀，我忘了他没闪现，没闪现上来不就杀他吗？刚才其实我说实话啊，我们的这个不闪现也是挺危险的，我刚才不闪现其实相当危险，但是这就是自信。如果要稳一点那肯定是得闪一手。阿布米帕喵死了，马嘎拉死了。哎呀，来硬打，我看你能不能打得过我。没闪现，哪来个塞拉斯？再见！你哟，想抠死我？哎呦我天哪，给我掏死了！他有闪现，没事，打了他一个闪还行。每一把对面都会有一个爹，我发现啊，
这把的爹可能是塞拉斯，用异步刀。 对线以后，我发现阿卡丽这英雄也不行啊！我在那他烟雾里边，我在他烟里边跟他硬干，他也打不过我呀！我就守他丝，我在烟里边守他，先 Q 一下。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请问塔下这波你怎么活？ 트리플 킬. 给我放烟来。怎么不放烟呢？那不撞死了吗？ 小黄毛吹一波 Q， 可以啊！再吃一层打皮，我们就无敌。没有的问题。 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个阿卡丽是不是上把那个。瞅一眼啊，我们叫 White Monkey， 的阿卡丽叫兹。 不对，那肯定就不是。这兹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波塔皮让小兵给消耗掉，少吃一层塔皮。指环王吗？ 好像确实不是本地人哈，这咋这么短呢？真敢踹呀！ 转起来 W， 再见。哎呀，这婉豪有点幼，不好杀，给我打死他！这都踏不死吗，兄弟？给我屠死他！哎，能不能拿个双杀？ 哇，漂亮！他们家这辅助干啥来了？这琴女什么皮肤？ 怎么这个样子？你
可太猥琐了，我发现。一血塔没了，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亏了，不亏呀、啊！你这波把他撵跑了，把他杀了，我们才能推一血塔；不把他杀了，我们塔推不了。先来个皮孩提亚马特，小龙可以拿，我马上到。这波下来，我们把小龙打了啊！哎，玩了猴跟武器大师，我现在还是感觉武器大师舒服一点。来，让他一。你偷他，对。哎，爆假猴！哎呦哇，爆真猴！晚猴稍微有点意思啊，晚猴。谢谢叶子最帅的办卡。咱不是害人，你说一般的晚猴是不是应该都爆假猴？刚才那个位置我稍微往前那么一点，他就应该爆的是假猴。哎呦，能扭啊！但是这个晚猴不知道为什么忍，他真的能忍得住。你好，再见，阿卡丽，你好，再见。来，王大宝。跟我过来拆塔呀！二塔不没了吗？快点啊，别在那打石头人了。慢呐，这个打个石头人这么费劲。我其实挺肥的，但我丝毫感觉不到我肥的这种感觉。我是真的感觉不到我的肥。
本来我们应该无敌，哇靠，芥末猛，卢仙马上复活，不用管刮痧啊，真敢往上上啊，害追呀，婉豪，你有伤害吗？哎，我闪一手 ，Q 一打反溜，别着急，先溜一手，找啥呢？来，可以打。黑打黑打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先把阿卡丽杀了，追个图，再来一口，哎。학살중입니다大招加速啊，差一点点没走出去那塔的范围，来条小龙吧，48%的技能极速，那也就是说冷却缩减是32%，但我就怎么感觉这大招怎么冷却时间还那么短呢？跑的有点快，尤其是这婉豪，好，这婉豪真能跑啊！哎呦，我卢仙敢过来，我的天哪！卢仙怎么回事？看看这谁搁这打蓝呢？原来是塞纳。阿卡丽心态爆炸，这把拿下。打他一波，往后拉。这塞拉斯有点不要命了，你看着。应该能拆掉，没事。我这有假猴。杀了10个，为什么会装备这么烂呢？连三件套都没有啊！
100块钱，别人值钱呢？我没杀他几回吧？我这一共没杀他几回。我看看这碗豪有多优，来，碗豪。不行，打不过呀。不行，打不过。虽然我们20分钟三件套，但是我的装备想打三个还是费劲。你看，没办法，兄弟们，真的，这要是我以前。三项死亡之舞加个蟹手，外加一个小提亚马特，在21分钟我能打5个。太难了。以前装备改的太脆了，希望下个赛季设计师能让我们这上单又一点稍微。本来这版本就脆，完事还有破盾者蟹手都不让触发，蟹手一触发100滴血的盾，要不为什么这个版本大虫子比较狠？哎呦我，我藏，完了，GG吧，GG。就是因为那大虫子自己就加血了，给我打死他，给我打死他，千万不能让他狂妄。